其实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很久了。你觉得男女之间有纯洁的友谊吗？我是看你跟郭毅住在一起，但你们俩又不是情侣，所以我就有点好奇。还是说你们已经……我没有，我们之间很纯洁的。但是男女住在一起，多多少少应该会有一些……绝对没有。师姐，你这么问我，你不会喜欢顾一吧？对啊。本来是跟我一起来吃饭的，怎么还没到？他不是在旧校区做实验吗？早搬回来了，他没跟你说吗？没有。他可能觉得我不重，他觉得不重要，所以没必要告诉我吧。也是，你又不做实验。哎，顾毅，我去叫他。别吃了！我吃过，我今天吃，我今天吃。哎，司徒沫呢？吃饭吧。你不是想出去吃吗？怎么了？食堂饭太难吃了，吃不下。难吃你跟逃命似的呀！请你出去吃，去不去？去，走。哎，等等，我得先把饭给阿克送过去。打电话让他下来拿。干嘛？我手机在你那儿啊。我手机落食堂了，还有我的饭卡。我手机丢了，我会杀了你哦！不用你动手，我自杀。你手机倒是在啊。喂，你朋友的手机在我这儿，还有你的饭卡。那我现在去找你啊。我有急事先回实验室了，你一会儿来实验室拿吧。啊，好。梅九在顾毅那儿呢，他回实验室了，咱们吃完饭去找他拿。阿克约了我去看电影，你拿了帮我放宿舍吧。行吧，那咱们先去吃饭。那我可得吃贵。不行不行，我没钱。怎么样？他是不是很可爱？你看他这么可爱，忍心让他被江教授赶走吗？你可别拉我下水。觉得我可爱吗？你要是再不说话，我就要过来了。好，可爱。哟，这不是国艺的司徒同学吗？江教授，哎，来找小顾啊？我来找他拿东西。他人呢？不知道。在这儿呢，你跑那里面干什么去了？思考。思考。好，那你们俩思考啊。等很久了吧？刚到。东西给你。谢谢，我先走了。你去哪儿啊？宿舍。什么时候回家？不知道。
我等你，咱们一起回吧。别耽误你时间。没关系的，我有关系。又怎么了？又吃醋了？什么也没干呢。